也就跟开枪打鸟一样了。我看见了，也就跟开枪打鸟一样了。没有眼睛才能真正看见东西。我的耐心有限，帮帮我这个疲惫的旅行者好吗？可悲的术士，人家抓不着我嘞。这么办，敌人都会倒下。
终于完整了，我暂时认输。石墙。末日即将来临，闪日长矛啊！准备看我表现。你们凡人根本不懂魔法，该怎么做呢？你在我手中了。这场你看见了。见了。
第一个能持续的吗？原本不是要这样做的。喜欢我的发明，我的耐心有限，我终于完整了。我的耐心有限，赢这抓不到我嘞，赢这抓不到我嘞。先紧迫，打中了。真正的力量，法力、能量，我的同胞沉浸其中，烧成灰烬。我们的心中都有恶魔。我战士认输。